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2022年群雄逐鹿第四赛季的一个海选赛啊。为什么做这场比赛啊？也是由于燕家鹿宅啊，这表弟和平头哥在群雄逐鹿中啊，一个海选赛啊，超多队伍的海选赛竟然相遇了啊，这是离谱啊。那关家峰这边上的是一个狮驼双神木武装加化生四的组合，开了一把虎阵。那队长方上的是一个大方神灵的女儿国标，开了一把阴阵，小克的关家峰虎阵 5% 啊。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谁能拿下啊，这也真的算是冤家路窄啊。咱们不管是人家这恩怨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演戏啊，还是真有其事啊，但就是天天打皇宫啊，天天打皇宫啊。他们竟然能参加这个海选赛啊，这是第四赛季啊，第四赛季既然能参加这个海选赛的话，那证明上一个赛季他们并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啊，或者是说压根就没有参加啊，所以才会参加一个海选赛。现在群雄逐鹿在进行的是第二赛季的总决赛没有打，第三赛季的正式赛以及第四赛季的海选赛啊，都是一起打的啊，这几个都是同一个时间段里边一起打，二三四啊，三个赛季一起打。哎呦，太复杂了这个群雄逐鹿啊。罗汉盖一盖，放下屠刀再扔一扔。关家峰这边上的是一个三攻队啊，就阵容而言的话，关家峰是不合理的啊，对面人家上的是一个常规国标嘛啊，阵容方面还是较为合理的，就看关家峰怎么去针对一下。如果说到硬件的话，感觉表弟这边还是要比对面强一些啊，要比平头哥那边强一些。金刚护体拉一拉，狮驼双法器，光辉之甲。哎，我记得好像群雄的海选赛是盲切啊，就双方开打之前不知道对手是谁啊，估计双方一进来都懵了啊，呵呵，怎么是对面啊？啊，盲切应该是盲切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，我如果说错的话，评论区小伙伴们啊，记得提醒我一声啊，省得我挨骂啊，最近天天挨骂。求生欲啊，拉得满满的。对面得点呀，啊，你上个国标不点杀，让关战方三个面伤这么锤你，那队长方可真不好受啊！一旦队长方宝宝开始掉的比较快了啊，或者是人物的血量被关战方压下来，对面就更没有防守反击的能力了。大唐横扫亲孩子，大哥你要干什么呀？哎，这你哎，你这么亲宝宝，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啊，就是一个没清掉啊，两个孩子愣是一个也没清掉。哎呦，这还有点小贪心啊！你别说，对面现在罗汉断掉了啊，你罗汉断掉，关家峰狮驼神木一波面伤不给你吃一吃的啊，四层风铃，四层风铃，两把风卷，一个飞机，这一波下去。看不得死走逃亡伤啊，各来一个，来先烈加上风卷残云，就等你没罗汉。好家伙，直接俩风卷差点被差点给干的团灭了啊，你这个对面他不点啊，有横扫他扫宝宝，你这个就理解不了啊。你点狮驼也好啊，点关照方的神木灵也好，你得把国标的优势啊发挥出来嘛。笑里藏刀有武装冠啊，可以套一个笑里藏刀再给一个，那对面罗汉盖不出来，关照方送你走啊。当然平头哥那边他也是有一个慈航的
这比赛没那么容易结束的啊，大家也都知道没那么容易结束的。慈航现在在175可是太流行了啊，豪门都带。摇铃铛还是想争，哎，对面这场比赛我看出来啊，队长现这场比赛他不想干别的了，他就想把关家芳这俩先例孩子给他弄走了。对关家芳的人物单位是毫无想法啊，毫无想法。那这波下去还不再掉俩宝宝呀？哎，好像可以啊，完成了50%的目标任务了啊。宝宝还神，哎，再神，拼头哥这波血赚呀啊！啊，清掉的关战皇一个先例孩子啊，真的已经完成了50%的目标。现在队长皇就需要一把慈航了啊，来解救一下自己的团队。一把慈航，但是站起来以后还有两个被控的啊，武装怪命中率也是非常的高。那对面还是打不过来呀，嗯，站是站出来了啊，但打是打不过来。关战皇狮驼也是换了一个宝宝，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想要搞事情的宝宝。对面神木林的输出也不差的。那那几个宝宝神的可是太关键了啊！日月乾坤再套，哎，这一波没套中，队长皇敢不敢点，想不想点，愿不愿意点啊？啊，出宝宝了，不点杀，依旧决定跟关键皇往下耗啊！你再耗下去又得慈航了啊，还是。哎，再神啊！我发现平头哥那边这，他打别人家孩子，那他老针对别人家孩子啊！那其实亲孩子也，也不能硬说有问题。倒是有一个思路啊，你可以扔一扔尺子了，或者是给一个摄魂啊，地府不是有摄魂吗，降低一下孩子的抗性，你清起来不是更方便一点吗？啊，地府赌一口再回回血。女儿村现在头上套着个日月乾坤啊，就站起来也是啥也干不了。关家皇宝宝也升一个啊，回进一个。日月乾坤再套，哎，又中了。哎呦，这个时候队长皇还真的没有点杀能力啊，大唐的血线又被压下来了。啊，反正国标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找着机会就得点啊，你不然打着打着就没机会了。稍后肯定还是得慈航。啊，就关战皇这边面伤毕竟还是比较高的，再加上对战皇抗性确实一般啊，确实一般。先例加上，再来一把大风卷，顶着罗汉，嗯，也跟闹着玩一样啊，根本就扛不住。再来，地府也没了，地府，拆丝血，宝宝双神。能扛到现在也是有道理的啊。谛听来了啊，受不了了。通过谛听去找一找节奏，
队长方的手抓好像还没有用过吧？啊，我记得手抓还没有用过，不知道他点没点啊？手抓那个需要点经脉的啊，可不是地府的黄泉，这些地下伤害都高的。啊，无魂人给神木，看一下这个地听速不是不是速度比较快啊？但是队长方停三叠了，把这个宝宝再清掉。看看这个地厅，对面也换地厅了，啊，队长夫也换地厅了，谁的地厅速度更快一点？队长方选择打针，官长方选择罗汉啊，双方都是，做了这么一个防守的方式啊，做了一个防守的方式。啊，你别说，人家们现在手里都有这玩意儿啊，都有这东西的，也厉害呢。嗯，六到五量啊，这个应该是来针对观战房那个地厅的啊，只不过地厅被清掉以后下滑到了人物单位的身上。嗯、啊，对面选择了这么一个六到五量，女儿村也是再次倒地，大唐也倒了，石头林变身出来，稍后飞完了直接补宝宝吧。啊，这几回合观战皇这边宝宝飞的有点快了啊，但是观战皇又清不掉对面的宝宝。可是队长方还是那句话啊，如果队长方上国标不点杀，他迟早还得输啊，那他问题他从根儿上就没解决。啊，你宝宝神的再多终究有不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嗯，又团灭了，队长方拉起女儿村再偷酒再慈航吗？可是这个时候拉起个大唐来啊，拉起大唐来的话少慈航一个啊，那为什么要拉起大唐呢？啊，因为后边那两位啊是当前回合被压死的，嗯、啊，在拉起大唐的同时那两位倒地的。六到五量贴下保护，队长王有没有点手抓经脉啊？这个地听速度也是有点慢了，好像是没点手抓的经脉啊，点了呀。可能是用过了，我忘了，反正我这记性最近也不怎么样。日月乾坤再套一套啊，还是观战方的优势啊，虽然队长方扛下了这么几个回合，但场面上还是在观战方的掌控之中的。你不点啥就剩下挨打了呀。啊，又是一顿小飞机。队长方倒是可以通过大唐巨剑的方式啊，强行点一个，但也仅仅是强行点一个，最好是观战方的师徒。再给另外一个神木林打上鬼眼，我就不信啊，你这俩隐身宝宝在神，哪有啊，哪有这个样子的啊，应该是不会了。风卷残云，哎，你这
正常了啊，恢复正常，就是神佑这个东西它本身哪有那么能神的，对不对？宝宝还跑了一个啊，那没宝宝队长我可是真难了，估计对面还得再伺候啊。那女儿村牛能带几个酒？因为刚才说过啊，这个海选赛应该是盲切的，你在不知道对手是谁的情况下啊，不会做啊一个应对的准备。不管是带药呀还是变卡方面啊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。啊，对面女儿村继续偷酒，想金金叶罗刹没守住，一把慈航再救起来，那还得死啊，什么灵又死了，女儿村也得接着倒地。对面化生死啊，想活口血这比登天还难呢，是真不给机会，打了19回合就叠出了两层的人性。关照方武装官啊是盯着他去控的啊，但凡这个化生死在外边就给他套上了一个日月乾坤啊。再掏，我感觉对面再慈航，虽然能慈出来啊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无非就是站起来啊，再挨一顿揍啊，再挨打，站起来挨打，慈航挨打。可以说，队长方前期还有一些点杀的机会。啊，就打到后期，感觉对战方连个点杀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啊，对面继续偷酒，再次航，但为什么又要拉起一个神木林呢？天地同寿，给石陀防止对战方的小死亡，但对面扔了无魂，地府应该不会挂吧？看一下地府是不是行动失败了。没有啊，地府也就是毒了一口啊，也就毒了一口，不点啥的。队长方地府没有绞死王这么一个技能啊，这一波倒是可以点啊。大唐也有血线啊，你说你起个纸人起个火焰伞啥的，那不是骗自己吗？女儿村又倒了，我怕对战方稍后九转都不够啊，对战方的九转这吃了也不少了，前排就剩下半个宝宝了啊，这一个都不能算了啊，只能算是半个了。再来，哎，这半个宝宝也被清掉了，直接光头了。哎，地府继续毒啊，把观察方活活毒死他们啊。这神木秒的可是太舒服了。啊，这比赛对面是肯定输了啊，没有一丝丝的啊，一点点的翻盘点啊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毫无翻盘可言。辞了几次？辞好像有四次吧，好像是啊。
破碎啊，针对像关长方的势头啊，现在最主要的输出是这两个大爷呀啊，这两个神木输出可太高了，再来一个大风卷。主要是对面开场就扫了个孩子啊，是把我惊着了啊，我是万万没想到的，也是细节啊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小胖，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请帮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记得帮我长按点赞，来一个超级推荐，让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我的视频，加一个蓝，没蓝了啊，刚才也是被破碎过啊，天魔解体加一波伤害，但变身回合数比较的少啊，只有五回合的变身。但是输出会增加啊，输出会增加。平头第一指挥啊，好吧啊。也算是冤家路窄了。连环击直接结束，拜拜。